借昆仑派弟子白泽和林峰误入上古洞府，得到蕴含缥缈仙诀的昊天镜和绝世魔功御剑。二人在昆仑宗门比斗中因魔功泄露，随被逐出宗门。我愿你二人好自为之。离开昆仑后，白泽和林峰在世俗凡间遇到了各自所爱。你亲了我，得负责。后因机缘巧合恢复修为，随被昆仑追杀。白马镇住昆仑弟子误杀林峰妻子云梦。林峰为了复仇，彻底坠入魔道，大开杀戒。天下苍生，与我何干？使得白泽迷茫无措，不知何为正，何为恶。白泽最终领悟昊天镜中的绝世仙法缥缈仙诀，他手持昊天镜在昆仑禁地与亲兄弟林峰拼死一战，最后封印林峰。但同时昆仑派就此陨灭。为保地灵界仙道传承，白泽创立仙门大宗蜀山派，道号白眉真人。百年后，白眉真人大成飞升。在此之前，白眉亏得天机，知千年后蜀山必有大劫，遂将昊天镜以大神通化成紫影和青锁二剑，希望后人能持紫青双剑度过劫难。你我二人挚爱元婴巅峰已有许多年，奈何天地枷锁导致所困，如今你我寿元皆只剩300余年，今日一战，谁人能勘破化神境界还未可知。可笑，吾自出生以来便得天地护佑，10岁无道便无师自通，自创大眼神魂诀，不到100岁进阶元婴，岂是你这老道可比？今日一战，你便助我勘破化神境界吧！大眼神魂诀，能！来打！你要不是你，早就抓到那只地阶灵兽，还狗蛋狗蛋。狗蛋去哪儿？狗蛋，派开山祖师白眉老祖所言，千年劫难将近，且借来炼魂宗的东泰老祖顺利进阶元婴巅峰。反观我派，师祖失踪多年，你我皆元婴中期境界。是啊，何况这紫青双剑又迟迟无法完成合璧，这可如何是好？修真大会在即，就应该让离儿和云儿他俩先去我蜀山界域幽冥谷，承受这10万罡气洗礼，来提升修为。碧瑶仙子言之有理，我蜀山界域外的疗伤圣果剑莲果也长得差不多了，
不如让他们下山采来，顺便培养培养感情，如何呀？拜见师尊。莫离周青云听令，今修真大会在即，敏儿等到我蜀山借阅，历练剑法，提升修为，尽快合并紫青双剑，同时将我派的疗伤圣药剑莲果取来。谨遵师尊法旨。大哥，好东西啊！这果子一看就不同凡响啊！狗蛋，鼻子厉害啊！何方小贼，到我蜀山领果！是。在下蜀山派莫离，这位是我的师妹周青云。这位道友，你所拿此果名为剑莲，乃疗伤圣物，是我蜀山派所有，极为珍贵，还望交还于我，好让我等回去复命。大哥，不会真的是他们的？闭嘴。宝物这个东西呢，本来就是谁先到谁先得的。好你个小无赖，把剑莲果交出来。哎，你怎么骂人啊你？好，别说爷爷不讲道理，要不然这样，你现在过来给爷爷亲一口，我就把果子给你。你来，来。来啊！交予他们。师尊，多谢前辈。紫青双剑，多谢前辈。若有幸光临蜀山，晚辈们必扫榻相迎。这次算我栽了。周青云是吧？我记住。再见之日，定是你陨落之时。颜仁英，你碰到的可是蜀山的紫青双剑，就你的境界，能敌得过他们吗？近来修真大会在即，这是通往蜀山的福路，持此灵符可到蜀山参加大会。不就是个修真大会吗？搞得如此兴师动众，断绝仙诀法器不说，竟然还不让飞。大哥，快把灵符拿出来。什么随随便便的人，拿张破符就想入我蜀山大门，当本小姐傻不成？仙女姐姐，这可不是什么破符啊。好你个小妮子，什么年纪岁数敢这样跟爷爷说话呢？仔细看看这灵符，这个灵符可是我修炼七七四十九天凝练而成的。什么人如此大胆，敢在蜀山门前胡闹？恭迎大师兄、大师姐。哎呦呦，这不就是那鼎鼎大名的紫青双剑吗？失敬，失敬啊！我这不就是怕周姑娘您贵人多忘事，所以亲自上来提醒提醒。你还欠爷爷一个吻。好你个登徒子，居然自己送上门来，今日我便来试试你的修为。紫青双剑也不过如此。
小心啊！直逼元婴期巅峰境界，当世仅三人能及，天啸师祖和绿袍老祖已消失了百年。莫非是炼魂宗东太老祖？修真大会广邀天下高手，难道蜀山派就是这么个待客之道？恭迎绿袍老祖！恭迎绿袍老祖！都免了吧。师尊，您一定要替婴儿出这口气啊，尤其是他。言儿不可放肆。奇怪，这人的气息怎么这么熟悉？老祖此次前来可一定要多待几日啊。无心道友，师尊今日老夫此番前来，实是有要事与贵派掌教无名道友向上，恐怕没有时间管这猎土，还望各位道友包涵一二。哎，老祖客气了，小道友机敏聪慧，颇有老祖风范呀。小道友若不嫌弃，可以跟我派弟子切磋切磋，让他们开开眼界，领教一下老祖的绝世功法呀。有道友这句话，老夫便放心了。哎呀，老夫突感乏困，就不与各位道友叙话了。哎，也是也是，那我等先告辞，老祖好好歇息。嗯，嘿嘿。婴儿，你平日顽劣，如今在蜀山派内，你要收敛收敛，有时间还不如多修炼修炼轮回神魂诀。师尊，我一直都在努力提升我的修为啊，但是我的轮回神魂诀不知道为什么到了第五重就停滞了，时不时还会头疼欲裂，直刺神魂，所以才一直不能存精。师尊，我感觉整个经脉都通畅了。师尊，师尊，我给你送神石了。师尊，师尊，大哥，你这个没拿给师尊吗？师尊不知道去哪儿了，找不到他。修道的基础是心斋坐忘，没有打扰到二位修炼吧？哦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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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你叫汪振强，你有什么事吗？绿袍老祖身份尊贵，特命我前来看望你们，如果你们有什么需要尽管和我说吧。没什么需要。哎，大哥大哥，帮我们找找师尊吧。啊？
你没事吧？怎么样？可能是因为最近我俩修炼过勤，灵力消耗的太多了。嗯，鱼儿，我们再来一次。大师兄，晚晚见过师叔祖，大师兄、大师姐。大师兄，晚晚有事请你帮忙好不好？说吧，什么事？大师兄，这位是汪道友，他找不到他师尊了，你可不可以让二师兄帮忙找找？我师尊。哼，满口谎话的骗子，哪有人找不到自己师尊的？顶多就是个随从。你云儿，不可胡闹。好了，我这就派人去找。景玉，大师兄，这位严道友的师尊不见了。师弟，你执法堂弟子众多，而且办事得力，可否帮忙寻找一下？既然大师兄都这么说了，景玉哪敢不从啊？老祖，整个蜀山都在找你，你去哪儿了？啊，老夫有要事处理，这才暂离蜀山。实不相瞒，今日前来，老夫有要事相求。有何相求？老夫寿元将近，闻听蜀山九玄剑灵草有延寿之效，还望道友馈赠，为老夫续命。不瞒老祖，这九玄剑灵草现在还没成熟。无名道友，师兄，九玄剑灵草被盗。什么？师尊会去哪儿呢？元婴，狗蛋，怎么了？找到我师尊了吗？什么意思啊？你快说！人没看到，但是在我蜀山禁地似乎残留绿袍老祖的一丝气息。蜀山禁地，大哥，哎，那也不能百分百确定就是你师尊啊！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！大哥，擅闯蜀山禁地可是重罪啊！师尊。好你个颜仁英，修真大会在即，我执法堂出动全部弟子为你寻找你师尊，你却趁机盗我蜀山至宝。哼，什么绿袍老祖教出来的徒弟竟然如此不检点，交出九玄剑灵草。什么九玄剑灵草？听都没听说过，放给我。不说是吧？很好，将二人押入火焰地牢，以独天十八刑具严刑拷打，不怕问不出来。是二师兄。慢着，二师兄，他们俩刚刚跟我在一起，哪有时间偷去九玄剑灵草？小师妹，纵然你是掌教之女，也不可口说无凭，徇私枉法。带走。恭迎大师兄、大师姐。景玉，怎么回事？哼，他盗走了剑灵草。我没有。哎，此事非同小可，我看现在是非难辨。云儿，我们先禀报师尊，再做决断。等一下，大师兄，我觉得此事并不简单。待我用搜魂大法走一遭，就不信他还能有所隐瞒。你敢？大哥，师妹，他把剑灵草藏哪儿？女儿，女儿，大师兄，他没有偷九玄剑灵草。大哥，这就是蜀山待客之道，我可算见识到。你，大
哥，大哥。师尊，九玄剑灵草在此。四做得很好，为师寿元将近，这未成熟的九玄剑灵草也只能维持几个月的寿元，接下来该做什么应该不用为师吩咐了。师尊放心，师尊对阿四来说犹如再生父母，只要是为了师尊，阿四就算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。娃娃，到你们蜀山仙草的那个盗贼找到了没？还有师尊到底找到了没啊？嗯，仙草被盗之日，我爹爹正与你师尊商议要事，此时应该已经离开蜀山了，放心吧。太好了。灵草嘛，听大师姐说偷盗之人有元婴期高手的隐匿符箓，要急拿实在困难。哇，行啊狗蛋，原来你这么厉害。来人，来人。老朽好久都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了，我蜀山以后有福了。老前辈，你吃完就跑了，也不留下什么东西。哎，那可是咱蜀山派的天笑啊。什么天笑，听都没听过。喂，那个可是在300年前跟师尊一战都会分出胜负的高手，那一战震动了整个灵界，还把南山峰的山峰削去了一大块。之后啊，为了纪念那个旷世决战，才在梅甲子办一场修真大会。哎，狗蛋，你的额头。大哥，我们什么也没做啊。师弟师妹看出来没？师祖终究没赴我蜀山。原来这就是师尊的亲传弟子。好好。师伯祖，这个人怎么可能会是天笑师祖的亲传弟子？你现在是狗眼看人低是不是？就是。莫须多言，师祖我等早会看走眼。师弟来见过一下师兄师姐。师兄师姐，那个我师尊他老人家呢？哎，莫着急，师尊他老人家师兄可100多年没见了。哦，笨蛋，你不是见过了吗？就是那日吃烤鸡的那位。烤鸡啊。师尊，汪师祖的意思是天笑师祖喜欢吃烤鸡。哦，对对对，师尊爱吃鸡。汪师祖，其实呢，在下一直仰慕你们蜀山的紫青双剑很久了。这次啊，来到蜀山大会啊，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要跟紫青双剑切磋切磋。不知道汪师祖能不能赐晚辈一个跟周青云一决胜负的机会？哥，当然可以啊。是不是啊师兄？好，年轻才俊就要相互切磋切磋。云儿，会会这位道友。是。周俊云啊，自然让我见识见识你蜀山的待客之道。
我来帮你。我们紫青双剑向来同进同出，我与师妹一同应战，来吧。不公，我来帮忙这位道友。刚才情急之下多有得罪，还望姑娘见谅。能得如此俊俏的道友相助，多跌几次又何妨。众派齐聚，独缺我炼魂宗怎么行？炼魂宗，东台老祖。东台老祖来我蜀山所为何事？废话少说。众弟子听令，以我为镇元，结大九天元阳阵，定要保各派无虞。是。钟道友，护卫蜀山。紫青双剑，贼王之地，请天晓师祖去。你们快跟我走。阿斯、乔焕、追。是。狗蛋，你没事吧？狗蛋，这元婴期的高手果然厉害，这空间传送之法居然有如此威能。师尊，师尊，狗蛋，五行阎罗剑诀。老徒儿，为师之蜀山有此一难，用余下的灵力给你们做一道灵符，只可解一次之围。但蜀山更大的劫难，还得依靠紫青双剑破解。我只可助紫青双剑在短时间内达到双剑合一，但终究是外力。不到万不得已，千万不要尝试。徒儿，只要有此印记，为师便一直在你身边。师尊，师尊，师尊。师尊，成了。师尊，老东西，接着吧。小师妹，紫霄神雷，好大的手笔！天晓你个老狗，怎么还没死？师尊。乌里尔，你还在等什么？去啊，去！快，你们两个，现在过去等于是送死啊！能救所有人的性命，我周青云死得起。滚来滚来，我们走。大哥，我现在也是蜀山弟子，自然是蜀山共存亡。你们都不走是不是？我走。大哥，
回神魂诀。师弟，你虽刚入门，但蜀山危难之际，你却能挺身而出，看来师祖眼光不错。境界可以修炼，但良善之心最为难得。那个，其实我也没帮什么忙，蜀山危难能解，最大的功劳还是我大哥。严道友，此次你住蜀山化此劫难，不仅是我派，更是灵界的大恩人。如道友不嫌弃，可否做我蜀山客卿长老？多谢严道友设住蜀山。客气客气了，客气客气。汪师弟已入天啸老祖门下，今日起便留在蜀山随无心师兄修炼，期间还望你能留在蜀山安心养伤。掌教，师祖，此次若不是最后关头有严仁英同弟子还有大师兄以性命相搏，恐怕我等皆已陨落。掌教师弟，这回离儿用剑过度伤了子府，我用剑梁果帮他止住伤势，但百年之内不得动用灵力，紫青双剑缺了紫影剑，我蜀山危矣呀。是啊，这个确实不好办，掌教师兄。离儿，众弟子听令，如今虽击退炼魂宗，但蜀山千年大劫将至，而紫影剑之主却仍未寻得。为保天下宴乐，本座今日宣布，在整个灵界公开甄选紫影剑继承人，望有能者得知，助我蜀山破千年大劫。是。师祖，从小到大，我和师妹日日苦练，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合璧成功，破解蜀山的千年大劫。东台一战，合璧虽然失败，但丽儿也算是完成了任务，击退了炼魂宗。师尊，再给丽儿一点点时间，丽儿一定可以合璧成功。求求你再给灵儿一次机会吧。师尊，我不能没有紫影剑，我不能没有紫影剑。两位师叔祖，帮我求求师尊，帮我求求师尊好吗？你们帮我求求师尊，帮我求求师尊好吗？求求你们，帮我求求师尊。你临阵退缩不听，谁替莫离说话？立即给本座拖入执法堂禁闭49日，面壁思过。师弟啊，如果现在强行取出紫影剑，恐怕离儿性命不保，还是待其养好伤势再行上交较为妥当。来人，把莫离抬下去，紫影剑待其伤势稳定再行上交。师尊不要，师尊不要，师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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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从小到大离儿从没让您失望过，您再给离儿一次机会，离儿一定勤加修炼，让紫青双剑完美合璧。师尊，离儿不是生来就要化解蜀山千年大劫的吗？离儿不是紫影剑的天选之人吗？为什么这一切突然都没了？师尊，你忍心放弃离儿吗？师尊，师尊，师尊，你不能放弃离儿。师尊，禀师尊，紫影剑继承人既然暂无定论，这期间徒儿定领执法堂弟子在蜀山各处严加布置。罢了罢了，都给我退下。
直接将我的灵体化石。你终于来了，我已等了千年之久。你究竟是谁？用紫青双剑握住封印，一切便会真相大白。哼，你说的倒容易。紫青双剑乃蜀山神器，那是我想取就能取到。你只需取来其中一部，我传你五行逆转诀，再服众你的万物重生诀，如此便可将另一部剑强制召唤。你怎知我自创的万物重生诀？伤势怎么样了？这点小伤不足挂齿。你看，哎，你的伤。我觉得你这个人啊，还挺有意思的。明明是一个弱女子，却整天把拯救苍生挂在嘴边，把我们这些男子汉放在哪里啊？这与男女无关，这是紫青双剑生来的使命。不过这个灵界有那么多的高人，哪需要你这个小女子来拯救？你看你面色憔悴，瘦得跟竹竿一样。我的意思是说，你要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，才有力气去拯救苍生。嗯。老四，求还。师尊，师尊，您为何在此？老四，为师无妨。你等去追杀那几个人，为何后来未曾回来助阵呢？太上长老，那日谁知天啸老祖忽然现身，将我炼魂宗弟子尽数灭杀，若不是宗主反应迅速，我俩也可能命丧当场。天啸这个老东西怎么还没死？师尊放心，如今已经作画，只是临终前将毕生元婴巅峰期战力凝聚于九湖内，我等自是不敌。十日内无论用任何方法，定将紫青双剑中的任意一柄取来，助老夫一臂之力。是。颜仁英他情况怎么样？大师兄，颜仁英是因为我才受伤的，所以我一定得照顾好他。还有这两日没能来探望大师兄，是因为我去向师尊求了万年丹露，我希望大师兄能早日康复，到时我们再勤加修炼，定能合璧成功。不是我就要将紫眼剑交归宗门，如何同你一起修炼？哎，大师兄，就算是没了紫眼剑，在我心目中大师兄一直都是一样的。真的吗？云儿，云儿，你真的不嫌弃大师兄？你真的愿意永远和师兄在一起？这样能和云儿相守一生，没了紫眼剑又如何？大师兄，你在说什么？我一直把你视为兄长，敬你。但你不爱我。大师兄，颜仁英他只是因为救过宗门所有人性命的才华，我感激他，想报答。仅此而已。好，什么时候出现的这个谁？他的第一步就是要排除外界一切纷扰。奇怪，这蜀山仙法与师尊所授怎么如此相像？心随气转，无欲无求。好像又有些不同，估计这天下门派的入门功法皆大同小异吧。
拜见师尊长老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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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灵儿最近如何？大师兄他不太好。请进。大师兄，你的伤怎么样了？云儿，那天我……大师兄休要再提。云儿能理解。是吗？可是为何云儿还离我如此之远？看来云儿还没有原谅我。大师兄，师妹，不要怪师兄，今天我们就完成首秀，为天下苍生完成双人合璧，让双剑达到真正的天人合一。想跟你谈个条件。和我谈条件？莫说我们正邪不两立，如今的我已是废人一个，拿什么和你谈条件？那日你击败动态，拯救蜀山，有人在乎吗？没有。反观那颜人英，咸鱼翻身成大英雄了，连他身边的小跟班也变成天校老祖的亲传弟子，而你还得喊他一声师祖。想想他们两个是什么货色，如今竟然爬到你的头上了。你心爱的师妹，明眼人都看得出来他爱上那颜人英了。如今你师尊追杀你，师弟对掌教之位虎视眈眈，师妹又同别人卿卿我我，你说究竟是魔教毁了你，还是你守卫的蜀山将你打入地狱？不要再说了！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把紫影剑给我，茉莉。只要你今日交出紫影剑，他日
我必定助你登上掌教之位。婉婉，颜仁英，颜仁英师姐醒了。青日，你没事吧？师姐，你知道吗？这几日颜仁英可是日夜守在你身边，可辛苦了。是啊，我和大哥从小一起长大，没见他如此紧张过。过来。我们去给师姐打水。哎呀，走啊！好热。他们真会说笑话。莫离，这是师尊为你准备的九转炼狱阵，搭配这九转归元丹，便可尽散修为，灌注魔气，修我宗门秘术。别怕，是我。颜仁英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婉婉呢？今儿不是你的生辰吗？那又如何？能。你看你的脸，我被萤火虫浇得好红啊！这，其实我说，其实鱼儿，鱼儿，不好！大哥，乾坤剑法，倒转乾坤，轮回，神魂诀，是蜀山禁地，立刻派人回宗门，我先去救他。是，走走。接化神，恭贺师尊，痴心妄想。
别坏事。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？我就是白眉，白眉就是我，这是因为缥缈仙诀。师尊，正道白眉早已化身飞升，如今轮到老夫了。同探，正所谓大道万千，殊途同归，仙魔再无分别。师尊，你已经突破元婴境界了吗？还差一步，待着缥缈仙诀最终融合，我方能进阶化神飞升上界。阿斯、秋环，你们速回炼魂宗，按原计划进行。是。是。师尊，你和炼魂宗这魔头到底有什么关系？婴儿，你还没看明白吗？他们都是我，为师寿元将近，再不突破境界的话，便会落得同天晓和那蜀山二仙一般。修真大会那一天，那魔阵极为凶险，难道师尊都没有想过徒儿会因此丧命吗？难道为了提升境界，连天下苍生的性命都不顾了吗？哼，婴儿，你太天真了。助为师进阶化神是多么高贵的荣耀啊！不过为师没想到你居然也是白眉化身。从前要不是有师尊，婴儿早就惨死在街头，所以师尊对婴儿是有怜悯之心的。为何今日会是人命如草芥呢？怜悯之心，那是因为你从未得到真正的轮回神魂诀。此功法若未得总纲，你修炼的再多，也只是为师提取寿元的器皿罢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你不是我的师尊，青云，他不是我的师尊，对不对？他不是我的师尊，对不对？你这个妖魔，你敢侮辱我的师尊，我杀了你！燕，没想到婴儿和这周青云竟是三世道侣，难怪这紫影剑会自动认主。师姐，大哥，师姐，大哥你在哪儿？大哥，师姐，血魔元神，东泰气息。原来，绑架云儿，就是为了破解封印。那离儿，难道也在他们手中？东泰吞了血魔元神，境界必然大涨，我蜀山威仪啊！悬崖下面，且慢，师弟稍安勿躁。蜀山禁地其实是结界规划出的一处独立空间，不与外界相连。此处虽为悬崖，但落下后必定与我灵界何处相通。云儿乃我亲传弟子，所以无论如何，只要他二人还在灵界，凭蜀山印记，定能感应其下落。我们走。婉婉，爹爹。婉婉，这是我的本命玉姐，东泰成就化神，必定不日攻上蜀山。若你们在外期间我遇见碎裂，切记一定要找回紫星双剑，助蜀山度过大劫。爹爹，晚晚就交给你了。好，你放心。
师尊，你出来，我们一起联手去对抗那个魔头。师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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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别找了，你师尊已经不在了。对，他已经不在了。是东台，是东台杀了他，对不对？你听清楚了，东台没有杀你师尊，东台就是绿袍，绿袍就是东台，你听懂了吗？师尊，灵儿，你去哪儿了？私自带走蜀山神器紫影剑下山，可是重罪，你可认错？师尊，在你的眼里，只有紫影剑了。灵儿，作为你的首徒，从小到大我一直在你身边，难道没有了紫影剑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吗？师尊，你是不是忘了，灵儿也是人？为师的苦心，你怎会明白？我怎么会不明白？你一直以来的心愿，就是破解蜀山千年大劫，灵儿，只不过是你一个破解的工具，一块就扔掉？不是。为师看中你，自小将你视作下人掌教来培养，甚至不顾天玄之命，将紫影剑交托于你。原来你早就知道我不是天玄之人，却偏见我做什么继承人，害我白白辛苦这么多年，最终将所有罪责都推到我身上。师尊，你未免也太狠心了吧！大逆不道！莫离，你已经修炼魔功，为师就算耗尽毕生修为，也要废了你！好，那就别怪我事事杀破。
青云，今日是我师尊的忌日，从今以后灵界再无绿袍老祖，一切重新开始。颜仁英，我没事，别担心，但是我跟那个东台迟早还是得做个了断。你呢？待我们破完这千年大劫，我便带你归隐山林。嗯，好了，从今日起你便是我的师尊了，教我紫心剑诀吧。资质愚钝的我可不教。试试看喽。来吧，师尊。请问前辈是？我想将你救进自己的灵界，我就是道道的救人，乃是上界的上帝巴拉之师，借一些我纯灵的灵界的人。上界，剑仙。两位小道友，现在不是惊讶的时候，你们赶快吃下这七彩天红，顺便唤醒里面那几个小家伙。把境界提升到元婴期为好，如此方能使紫青双剑合璧，以尽快修炼成缥缈仙诀。谢谢前辈。蜀山派紫霞峰碧瑶仙子门下周青云拜见玄真子老祖齐树明老祖。在下颜仁英，参见齐掌教、玄掌教。师祖，你没事吧？紫青双剑，你叫周青云，你叫颜仁英。对，余英男，李英琼。周青云，麒麟云，三英二云，此番蜀山定然能安然度过大劫。师祖，什么是三英二云？云儿，这是蜀山不传之秘。其实除了紫青双剑完全合璧之外，还需要找到三英二云才能安度大劫。那各位老祖为何在此处？当年为寻那七彩天虹延续寿愿，这才带着众人寻来此地。谁知守护灵国的洪荒凶兽将我等封印于此，若非这样，贫道早已作画，但如死人一般，多活着三百多岁又能如何？师祖这三百多年，不过在晚辈看来，是让晚辈有机会能够拯救诸位前辈。七彩天虹，喜欢在屋顶上，宗主。
炼化苍生毕竟是逆天而行的大罪，此前从未有人敢触碰禁忌，因此会招致多大的恶报也都未可知。长老为了进阶化身早已入魔，但是我不希望连你也……不要再说了，父母之仇不可不报。娘，阿斯看到了吗？是蜀山杀了你的父母，你要杀尽蜀山，为你父母报仇。那莫离也是蜀山之人，为何那日我却见到宗主暗中求长老留他一命？秋欢，你不懂。宗主，炼魂宗已退，大家可以安心比武，精进修为，一起庇护蜀山，护卫灵境。你已经不是紫影剑继承人，凭什么是你接掌教之位？是啊，对啊。前修炼魔功，修炼魔功又如何？莫离，雍太，杀我师尊，辱我宗门，会死的。如今行路已然太晚，我绝不让你得逞，就算死也要护卫蜀山。前者。是是，莫离，莫离，莫离，宗主，快走啊！陆天两仪阵一完成，所有的人都会死。师尊，四儿不想与您为敌，全蜀山的元神四儿都能献给你，唯独莫离不行。给我闭嘴！宗主，快走吧！秋寒出身卑微，自幼跟随老祖，忘却人欲，唯命是从。若不是遇上宗主，秋寒恐怕至今仍不知喜怒哀乐是何滋味，也更不会知道心系一人竟如此痛苦。呀！呀！多年，今日老夫终要迈向化神境界，从今以后整个灵界唯我独尊，再无人能敌。君，二位长老，汪师祖，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。我蜀山威仪，东太老祖在我蜀山布下魔阵，正在吸取我阵中之人元神。这样下去，莫要说我蜀山，整个灵界都……没想到事态如此严重，师尊已被东太所杀，就连大师兄……大师兄怎么了？大师兄最后悔悟，但最后还是死于东太之手。师妹，紫青双剑是蜀山最后的希望，赶快走吧。君，东太，你连自己的徒儿都杀！我倒是谁呢？婴儿，如今竟成了紫影剑继承人，真给师尊长脸呀！你闭嘴！我师尊已经仙逝，今天我要杀了你！杀了？好极了！婴儿，若此次何必再有意外？赶紧去找玄奇二位师祖，不用管我。你是紫影剑的天选之人，绝不会发生意外。次被紫青剑诀弄得狼狈不堪，今日再见不过如此。今日该轮到老夫了，不行阎罗剑诀。王王
都死了，死了。先决两仪微臣阵，没想到新古人也会用两仪微臣阵。待你们灵力耗尽，老夫自然脱困，届时再杀你古人不迟。两仪微臣阵只能困他一时，无法伤他分毫。但若不这样，我蜀山即刻就将清除。难道就没有其他办法了吗？不，不，他们好像还没死。缥缈仙界一场，人界何意？无有不依。无为前辈有这样的结局，也算是功德圆满了。都说此行何必，能够拯救蜀山大计，但还是死了这么多人。阿四，你我也算是同病相怜。你自幼父母被东泰所杀，以往的恩怨一笔勾销吧。严格来说，你还算是我的师妹呢。是，师兄。我们啊，要在这里盖一个大房子，这里呢种地，那里盖一个大花园，怎么样？你行吗你？怎么能对男人说不行呢？只要你喜欢，什么都可以。但是。但什么？这个月的月钱怎么算？啊？好羞羞啊！天灵，来。你个小坏蛋。天灵。爸爸，再给你生一个弟弟好不好？好呀，好呀。再有一个妹妹。好呀，好呀。要两个弟弟呢。要不是那该死的灌江口杨戬打碎我洪荒秘境，导致世界规则崩塌，我族才懒得侵吞此界。尔等既不知珍惜，那就让我族告诉你，何为真正的缥缈仙诀吧。玄冥神剑。